特别零食大搜集，这个我看过。我强力的推荐，2013年乐天网站第一名。第一名，不止辣，不止咸，还有甜，对，口感很多头，很特别，很厉害。刚塞的那个照片里面就有他们。哦，掉下来哎，雷神，哇，最近国也很红的，这是鲷鱼烧，这个就等于日本的雷神，没错，真的吗？雷根糖，大家非常熟悉，看过《哈利波特》吧？有，最出名的，好强啊！真正的小确幸，超美味来了！你知道台湾真的很幸福，因为我们24小时都有便利商店，而且随时什么东西都可以买，密度是全世界之冠。便利商店哦，真的，因为我们台湾这么小，对，所以其实你去哪随时都可以买到好吃的零食。对，那根据统计呢，台湾零食的市场的年产值高达60亿。你看看你多爱吃。都是我们贡献的啊！当然，里面有40%呢是日本进口零食哦。那这个估计一个星期可以热卖3000万箱，所以非常非常厉害。哇！哦，我们今天所以我们今天请来来宾都是超爱吃零食，都是一些零食鬼啦，欢迎各位。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五位对零食非常热爱的艺人，究竟他们会推荐什么样的美味小点心呢？赶快来看看吧。艾琳，你怎么可能吃零食？可能哦，我的床头柜里面全部都是零食。这是你的床头柜？太不公平了。就是我睡醒右边打开就是这么多的零食。而且你好像偏爱条状物哦。不是啊，因为它这样在床上是比较不会掉下来。对。因为一片一片的很容易散到。哎呀，你都不怕，你都不怕有蚂蚁？没有，垫一张卫生纸或者什么的，我还蛮干净的，不会很脏。对，一定要很干净。既然大家都这么爱吃零食，有没有为零食做过什么疯狂的事迹呢？因为我们家附近有一个就是专门卖日本进口的东西。哦，这种店很多。那我就很多那一种我喜欢吃的那种。章鱼脚啊，鱿鱼丝啊，看到很多很干贝啦，对。然后我就是有一次买到那个，就是等于是那个鱿鱼脚那种，我喜欢硬的，很硬的。哦，那个很有嚼劲，那也是也属于像槟榔那种，真的很像。然后就是整个店都搜刮了，然后搜刮到那个后来我们再去的时候，那个老板就说：“哎呦，屈太太，你很久没来了，我之前都帮你订了，结果你都没来，我都卖完了。”就他为了我还特别又进货，帮你进货，这是什么缺乏？反正你必须一直要吃这么硬的食物，是有压力的，然后靠这个咬来舒压。我就觉得那种咬劲，徐哥你还不回来？对，太太是人都咬牙切齿，对，咬牙切齿，然后看着徐哥跟倒霉，看着徐哥跟国光辣妹一样，给我跳舞，配上上你啊！所以如果最近他订比较多的时候，屈哥就自己皮要这个，自己要跟老板打好关系，让老婆订很多就乖一点。好，各位，可见大家都是非常疯狂的人，都通过我们介绍的应该也是一些好物。对，首先登场的呢是陈德烈，欢迎。热爱煮菜和美食的陈德烈，今天他推荐的小零食真的很令人期待哦。你介绍的好像是网路的网购美食，是不是？而且三家都是咱们这个本土台湾的，哇哦，爱台湾有实力，真的。首先第一个就是这个虾叔叔，这是虾叔叔，这个网络超有名的，这是虾子本身啊，没有错，它就是新鲜刚钓上来的，不是啦。它这个看起来，你看从拍起来颜色很像，就是刚煮好一盘，然后热的，真的，咻咻咻啊，那种感觉，完全到吃得到那个虾子的口感味道，它完全。是完整的一只虾子，然后肉都在里面。这个网络超夯的，真的吗？白虾做的，所以它本身来讲，这个还有一个很感人的故事。因为白虾如果太大的话，就直接送去这个火锅店拿去卖了，对不对？对。如果太小的话，就拿来做虾仁。可是不大不小怎么办呢？正常来讲，可能就消耗掉了，就是丢掉的意思。可是这老板想说，有要到丢掉的这么严重？类似，因为你不大不小，你也不能卖好价钱。可是你拿来做虾仁，又觉得啊太可惜了，因为它比较大一点，所以老板就突发奇想说，好，我拿来做这个，它是低温下去炸的。
真空炸的，所以它可以完全的保留出这个虾子的味道，嗯、还有那个虾有那个甲壳素有没有？它蒸过一下，香味整只。而且你想哦，平常我们吃这个，如果只吃虾肉的话，很多虾壳上面其实很多这个虾红素，我们没有吃到。那因为这样处理，它是可以不用剥壳直接吃的，来自这个云林县口湖乡的这个虾子。非常的酥香哦，哎，你就吃起来了，好啊，你我也要，那介绍一下，那酥香的口感是非常非常迷人的。再来这个，这个我看过，我强力的推荐，你强力团购美食之一，它是去年呐、啊，2013年乐天网站第一名，第一名。哎第一名啊！我刚打开来它的时候，我觉得哎，这什么东西好像没什么，嗯，不过就是辣椒嘛。这是花椒还是什么？就是看口味不同，它这个口味是有点 cheese 的。不是，我说这个东西是什么？就大辣椒吧。它是大辣椒，干的那种。它是大辣椒拿下去炸的，它里面加了 cheese， 对不对？它里面有 cheese。因为它里面有点像饼干的甜，吃下去跟饼干一模一样，真的假的？我第一口吃的时候，我觉得哇，怎么那么好吃？我一次没有就吃这一盒，一次就把它吃完。你太夸张，难怪你常得肠胃炎。我们秉持着新鲜的味道，对了，因为你打开如果久了，可能就肉软掉。这个叫做一个字，两个字，你的肠胃受不了。它有九种口味，所以非常非常多种。如果怕辣的人就不能吃。对啊，会很辣。基本上就是个辣椒。它虽然是辣椒，可是吃下去的时候，它那个辣是微微的。哦，真的吗？它只辣你的心那种刺激的感觉，微微辣。什么是微辣？心不辣口，干不抠脸？他讲啦，好厉害啊！心干不抠脸？为什么要推？那接下来这个辣的看完哈。这个好可爱、啊！你一个大男生怎么想要去看这个奇怪的？因为吃完咸的要有甜的。好可爱、啊！这是拿来干嘛？必杀技哦！女生就是爱这个东西。感觉你，好，这怎么样？少女吗？有少女样吗？有少女，就是啊、有恋爱，看起来是不是很合？有点令人生气的少女。是有一次啊，有一次我一个女性朋友她生日，她想说，哎，我想吃棉花糖。嗯，因为甚至愿望也太小了吧，这也太微小了，可爱、喔。他意思说有没有棉这附近有没有卖棉花糖？我心想怎么可能会有？要那种夜市啊，还有什么庙附近才会有那种老塑胶袋，我们拿的那个那个还不好找、欸。所以我后来就赶快上 Google 去查，就查到这个东西。它就一杯的携带方便，而且又很轻，就叫棉花糖。好吧，所以拿出来就是这样，这就是我们看到那种，而且吃下去勾扎里的那个棉花糖，比较不腻。对啊、它的特别地方是什么呢？你看它颜色有很多种，它有好几种口味，有芋头啊，有梅子，然后还有草莓。芋头很特别哦，我也觉得很特别。芋头棉花糖，应该只有淡淡的吧。它吃下去的话，就是比较轻柔轻柔的芋头香味。我手上这个绿绿的，是绿茶哎、欸，真的假的？这个应该是草莓吧？草莓，这个真的很方便哎、欸，还有原味，而且它销售量是不是超好的？它销的很高哦，对，十万杯啊。万杯，全台狂万杯啊！哇，我想堆起来应该有个101这么高了吧？而且它这一杯只有68卡，哎，好小哦，其实没有很高哎。对啊，没有想象中那么高。对，热量不高，而且最好的就是这个呢，可以拿来沾咖啡，配着咖啡一起用，因为它甜嘛，它可以代替。哎，真的，喝下去有那种泡泡轻柔的感觉。你说这个就弄一点，然后都直接弄到这咖啡里面。那你直接帮我们用一下，你弄一个看看，就棉花糖咖啡嘛。其实还蛮建议的，还要翘小拇指。其实我想说，哎，谁说不建议？哎，它马上就融化嘞，好好玩哦。你这个不遵守游戏规则的家伙，你。他刚刚是偷吃了吗？哎，我就很想说，很喜欢吃棉花糖。我们输啊！要玩有要来猜一下，如果猜，哦，虾子真的很好。没有，我们也要让大家顺便长知识啦，好不好？我们就出一些相关的题目。我的题目就是棉花糖的起源，最早可以追溯15世纪的美国。对，我是错。15也太久了，15很久以前的。这问题太厉害了，说真的，我自己都不知道答案。我跟你讲，我觉得很有可能，因为15世纪那时候太阳很大嘛，然后有一天农夫经过那个棉花田，哎，啵啵啵啵啵。我就发现了棉花糖，棉花糖不是爆米花哎，那是爆米花哎，错东西了吧？这不讲出，你干脆讲当初发明蒸汽机的时候。好，不管，我来这作答了，一、二、三，完了，有错有错几圈。这个我都乱猜的啦，这个也没什么好讲的。这个是对啊，直接就公布答案了，好不好？公布答案喽。棉花糖起源于15世纪美国，
究竟是对还是错呢？一直有这种公布答案了，好不好？公布答案喽！太难了。正确解答是，拜托拜托，让我答对啊！还是错。要讲吗？要讲吗？讲一下为什么？这个追根溯源呢，棉花糖的起源可以追溯至15世纪的意大利。他们用锅子呢，将糖加热融化之后，快速的搅拌拉出糖丝，再用小棒呢烙起来吃。这个就是意大利人发明的首款串状甜品。当时这种甜品的制作十分费时，制作工艺呢也相当复杂，只有达官贵人呢才能够享用得到。我要吃这个圆哦！哎、欸，一个个来，一个个来。这虾真的很厉害，它真的是香的、欸。试试看虾子，先吃个尝，吃着看见没有？超香的，它很下水哈。对，而且它的肉是像饼干一样哎、欸，脆脆的。它迷人的，我觉得还有那个虾头，因为虾头有那个虾膏，虾膏直接可以吃。你为什么在吃？我在看而已，我没有吃啊，我没有吃。你好凶，我哪里看而已。好想知道它为什么会吃，明明是虾子，可是它吃起来是饼干。对，就把它弄成这样。它的肉去哪里了？而且它真的没有腥味耶，没有腥味。它都在里面，都在里面。对，你们这个就是真空低温炸的厉害的地方，它完全是把那虾子的香味保。旁边这位来自少数民族的姑娘，你在干嘛？你整个拿棉，哎、欸，你真的很喜欢这个棉花糖。这虾子很好吃，对啊，虾鲜味十足。试一下这个棉花糖，好，棉花糖来试试看。你看这个女生，为什么要一个吃完自己拿那么多？男朋友要是买这给女朋友的话，会非常开心。但是你们说这个跟我们平常外面卖那种棉花糖做比较的话，一样，棉花糖就这样，很松软，它携带方便哦。它最主要是携带方便。你知道吗？如果它被压的扁扁很扎实，那就会很像糖，就变另外一种。对，可是它就是，它这是松软，你一碰到嘴巴就融化那种。就跟我们拿着风吹它会消失的那个是一样的口感、欸、真的是一样的，它要放进咖啡就瞬间融化，因为它很细啊，真的有一点点那种绿茶的，哎，有的有绿茶的味道，哎，入口的时候有，真的，那我可不可以吃原味的冰配绿茶？有哎、欸、有哎、欸、有哎、欸，不行，你什么都不能吃，还给我记住，这辣椒。它辣椒是包什么东西在里面吗？有起司的，然后看不同口味，高温炸的。哦，是每一个不同的口味，它包在里面就不同。这边有香酥甘梅的，梅子的，梅亚的会不会有点梅子味？好好吃哦，好吃哎！哦，它好香哦，难怪会卖第一名，好香哦，它超香的。热天第一名，我觉得摄影大哥会很爱。可是这零食有点成熟哎，感觉小朋友是不会喜欢的哈。梅子很厉害，会回甘呢，真的假的？辣椒会回甘呢，特别的。梅子好神奇，梅子超好吃的，超神奇的。对，它多了一种就是酸甜感，对，不止辣，不止咸，还有甜。对，口感很多重，很特别，很厉害，梅子超厉害的。吃到什么时候？好多元哦，好复杂哦，好复杂的口感哦。各位，好棒哦！这么无聊的一趴，差不多可以结束了，好。